咧仲喺 passing 做嘢，不過咧我哋有幾位嘉賓咧已經嗌曬救命啦喺裏邊間房。咁其實呢間房咧我玩過噶啦，我最主要嘅任務咧入去就係奚落下佢哋啊，點解解唔到呢啲？但係你今日請嗰啲咩嘉賓嚟先？咁個靚女喎，係啊，入去你就知咯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入去救佢哋。係咯，你一定見到㗎，冇可能見到啊！真係換鏡都唔得㗎。嚇？我真係除曬衫都可以。呢個又消失，我啲鏡有啲嘢。呢度，呢個後面先有嘅，呢個後面先。我轉過，因為我先啲燈個位置，你識唔識出到？邊個穩陣啲啊？你有冇鏡嘛？我見唔到個。啊，冇個。剛才我們玩完這個密室，雖然不可以成功逃脫，但也是爭一步而已、我覺得大家的表現都很好了，一小步一小步而已，就是那個音，爭一個音而已。其實好像因為它有四個音我們要彈到的，其實有三個都對的了、是啊，因為有兩個給了我們有兩個是黏住了在這裡的很誠實、Candice 湯洛文，剛才有做什麼？我剛才有什麼貢獻呢？我的貢獻就是拿著電筒和指揮，我負責電筒是大會給你嗎？不是的，我有負責幫你看畫是什麼，蘇朵有玩的，蘇朵也有計算的。燈那些是不是有思明？是的，思明其實給了很多貼士，我們玩過嘛，整件事。那你不要覺得好像很沒用，林欣，其實出不到來已經是很沒用的，不是我很沒用的，簡直很沒用，你記得的東西已經說出來了，那怎麼辦？咁仲有啲咩好玩呢？佢而家話咧，我哋頭先同個老細傾偈咧，佢話而家啲密室可以搞啲 party 啊，即係求婚都有人喺密室搞。喺個密室入邊搞 party， 佢話可以，係啊，都幾得意。搞生日 party 嘅，即係無啦啦有蛋糕啊。收埋啲鑽石戒指。直情係啊，淨收埋個男仔都收埋。收埋咗個男仔，即係你可能開咗呢樣嘢。我哋包曬佢。嚇，唔係即係你譬如頭先嗰間房咁。咪有個好似棺材咁樣嘅，唔係即係你可以係啦，你求婚佢又無啦，係啊，你一開佢咪喺個棺材嗰度企。有個問題啊，如果嗰個女仔搞唔掂嘅話，咁咪求唔到婚咯，個男仔咪企喺度幾個鐘。咁啲人會幫嘅，係一定會幫嘅，我都知道曬㗎啦。你唔好講到咁灰先得㗎。咁你 anniversary 喺度搞啦，我 anniversary 喺度搞，係啊，你咪就瞓喺棺材入邊。好黑心啊，馬姐！你自己頭先先講嘅人哋個棺材，佢都唔係話新嘅棺材，點會黑心咧？唔係，我知係假嘅個棺材，但係佢真係好黑心。真係黑心嘅對住你嘅時候。係啊，唔知點解。但頭先我哋係爭一步啫，唔緊要。咁下次再揾個機會約埋一齊去玩呢樣嘢咯。都冇玩過啊！好啊，我有，我有參與，我有望緊隔岸觀火咁樣。我睇啊，因為我知道曬點玩。Kenneth 爬過去啦，咁玩就咁樣。